现在已经12:15了啊，下楼赶紧接西西去，因为老师说的是12:30接，然后这学校就在楼底下，挺近的。刚才我一打电话呢，说做好饭了，让我把孩子送过去，然后送完孩子又忘了拿这卡，拿上这卡去接西西去。好多家长都已经在这儿等着呢，看来我已经来的不算早的了。我来两家，人家把电话拿用我来了。哎，你我一定要一趟家用。已经接上西西了啊，上那超市小卖部给他买了点吃的，买了根雪糕，买了一个糖，现在上我姨家吃饭去啊。西西，上幼儿园好吗？好。好啊。老师还给我发玩具了呢。是吗？嗯。还发什么了？发玩具。发玩具，那么多小朋友在一块玩多好呀，对不对？有的小朋友我已经吃饭，他一个萝卜。是啊。那我们明天还上不上幼儿园呀？上。
那明天妈妈送你的时候还哭不哭呀？不哭的。不哭了。嗯。嗯，真棒。你也可以在外面哭泣，你可以在，也可以在里头啊。妈，老师不让家长陪着。我说是，你也可以在外面，我也可以走进去。哦，我也可以在外面，你也可以走出来，是吗？那弟弟怎么办呀？我说，你也可以在外面，我也可以走进去。哦，对，对对对，哦，妈，你的意思是妈妈给你送到大门口，你自己走进去，对吗？对。哦，真棒，西西。热死了。热死了，快走。今天上老姨家吃饭啊。嗯。我们下午不上学了，明天上好不好？好。那明天不许哭了啊。嗯。走吧。老姨给妈妈也设了个指纹。回来了。热死我了。热死了。把这个风放这儿了。太阳塔顶。太阳在这儿。琪琪上的好不好呀？好啊。哭了没有？哭了几声。哭了几声。几声下午还去不去啊？妈妈说下午不去了。哦，下午不去了。那应该是下午不上，名额上。哦。今天都上半天。哦，那可能。明天去不去啊？去。明天哭不哭？不哭。啊，真棒。把它看这里吧，这里洗手不是没有冰棍的，给你吃一把去吧。没有，好吃的。洗手再吃饭嘞。热死我了。热死你了。洗手就上学了啊。上学的时候不能哭啊！嗯，你在学校里都玩的什么呀？玩了，老师给我倒了水，还给我发了玩具。嗯，给你发了玩具。嗯，那老师教你们学的什么呀？不学作业。只吃饭。嘿，今天第一天上学还没小孩的。嗯。快把吃好吃好，我给你舀饭吃饭啊，西西。嗯。冰糕吃完饭再吃啊。